神都将赐给你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必定会复活的。妈妈说，我知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将要活，所有活着而信我的人绝不会死的，直到永远。你信着吧。马大说，是的，这样我相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又是要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位。马达说了这话，就回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，悄悄地说：“老师来到这里，叫你过去。”玛利亚一听，就立即起来往耶稣那里去。当时耶稣还没有进村，仍在马达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在玛利亚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看见他匆忙起身出去，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，就跟着他。玛利亚在耶稣那里一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弟弟就不会死。耶稣看见玛利亚在哭，陪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在哭，就淋漓尽致内心烦恼。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你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来看？耶稣流泪了。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多么爱拉萨。但是其中有些人说，这个人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难道就不能使拉萨路自己？